不用麦克风吗？要吗？哎，要吗？还是不要？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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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要说的就是，对，我忘记把高雄太阳带回来了。对啊，然后其实下雨天也蛮浪漫的，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因为如果你们之前有去看向左走向右走的音乐剧，你就知道下雨天的时候他们就会相遇。所以今天因为下雨天把我们就关在这边，现在应该就是希望等一下雨下大一点，然后我们就一直被困在这边，然后先说就是不会结束，我们在这里，对，这样也蛮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想一些快乐的事情，就在下雨天相遇，所以以后的每一次下大雨跟打雷的时候，你们都会想到今天，就会想我。好，那现在心情也好一点了吗？好，我看到你们，大家你们肚子饿吗？那怎么办？对啊，等一下再吃哦。先吃，先吃点。那我们，哎，你们那个签书会现在是第四场吗？那你们参加过几场？参加过。哦，第二场了，也有人第三场，有没有人全倒来过？有啊，有哎，有哎，伟杰，对他四场都倒。希望今天就是可以讲一些不同于前三场的话，因为我们怕想要问某些其他的问题，这样。对啊，我们继续就想问。Yeah.
心灵系，然后好像可以出书，当然还有很多没有放到里面去，这次是李白的影片，但是他的确有不同时期的我在里面，他就变成跟唱片不太一样，他是很长的时间累积的。然后所以刚问我的是那个我觉得那个心痛的感觉，因为其实我有在听到你在演唱会的时候说过，有一些文章你其实后来看觉得当时太难过或太重，其实你有想过要不要拿掉？对，丢都已经拿掉了。对，然后就是有的你还是决定留下来那个纪念。对你来说，这第一本书的感觉，跟以前跟大家分享的那种亲密度，你觉得有不一样吗？或者是也问问大家，你们觉得看娃娃的书边听娃娃的歌有什么不一样的特别的感觉吗？哦，好，先讲，你们想一下哦。奇怪，我你再重新想一下，我觉得是不是下一次害我的，我的那个心情都被雨淋走了。没有，我觉得是那个创作不同的感觉，就是你在出书的时候跟唱歌。
都很希望，因为像我有时候包包里面都会放一本书，如果你们已经有提到那一天，你们已经要把书看完的话，就像你们会带幸运的东西在身上，或是我的爱人的照片在我的皮夹里面，这一种，你就会觉得有一个安全感，然后有一个，就觉得我带着它，我觉得特别的幸运。我就觉得你带着一本书，那个作者可能跟你不是朋友，可是他是真的可以跟你产生一些关系。就像为什么我昨天去高雄啊，我看到我收集到三个女孩子的眼泪，然后我在收集把塞吗？然后他们是真的哭，我看他们哭，我也好想哭，因为他们。看到我的时候就真的有很多话想跟我分享，就可能他真的把我当成他的朋友，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很好，因为我希望就是很想要跟你们一样，就是我没有觉得我们是不同，我也是在很努力的工作，就是你们的工作就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在里面也有写，我们都是你知道我在，我知道你在的小岛都是一起的，所以我们都要很快乐。我很快乐，我就知道你们一定很快乐。但如果今天不开心，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感受到我不开心。刚刚他有说，还有说我在唱歌的时候可以完全感受到我想要表达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在台上我都不敢说谎，因为我知道我只要有一个想要掩盖什么的，就会被你们发现。我觉得当一个歌手要很。以前在创作的时候，我想到我以前我在创作的时候，我觉得是很不负责任的。我想要写什么就写什么，你们看到就算了，因为这就是我想要表达，那又怎么样？但是后来慢慢写歌，慢慢有专辑之后，不行，我要跟大家沟通。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他们会把我的话音反复的咀嚼。我要有责任。然后我在写《好吗好吗》那首歌的时候。上一张是红油，我想跟你们一起。哦，有红油会，好好看。那个是我想象的，所以我每次唱的时候，你们会泡佑我的时候，那个就是我当初写歌的时候，那是我跟你们的互动。写好吗好吗的时候，就是我要送给所有喜欢听我、喜欢我的唱歌的人的一个礼物，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送给你们什么。每次都是你们写卡片给我，每次都是你们给我东西，我也想要给你们。但是我就没有办法一个的连牵手或者拥抱都不是那么有可能常常见的。那我知道我只要写一首歌给你们，就会一直唱，就会一直把它守着。那我也是，其实都是一样，也没有不一样。那个书里面的东西，我就可以一直带着啊。因为我跟别人是在某个时候，我就会想起他。然后有人看了我的书之后，他说。然后就他就有一个创作的力量，我看完我要写字，我就一直鼓励你们，就是只要有任何的情绪跟感觉都可以写下来。你们知道我以前是不会创作的吗？你没有看过我自然卷的时候的创作吗？我之前我有首歌，现在有一首歌叫《粉红》叫小苹果，我以前也有写一首歌叫小苹果，真的很儿歌，就是看我从小苹果那样子。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慢慢的啊，我都没有骗人哦，就是慢慢的，我没有一下就是我会变成很厉害的那种作词人，没有，你们自己去看，我真的就是慢慢写，然后慢慢画，就是你常常，你们晚上睡前会用牙签吗？竟然讲到这个，你知道你用第一次用牙签就不会用，然后牙垢就是弄不出来，就是会哎卡住，然后手好痛。常常用牙线，就是会很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很喜欢比喻，我以前都会想说用一些特别的比喻。刚刚突然想到牙线，我说现在睡前要记得用牙线，要不然牙线坏掉。听得懂吗？我今天话有火力全开讲，会不会？有。火力全开。其实他是就像一个导演，然后他
要嘴吊你干嘛？你要这样唱，唱到怎么样我就好。你要我唱，我已经唱得到，所以我不会，我也要唱到这样子。那后来慢慢我认识了不同的制作人，就是建奇老师，他就希望我把我那个没有不想给别人看到的一点点力量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渐渐的开始，我是有偏向吗？敢说我的名字叫魏如萱，因为我以前不想要让大家，就不想要跟大家讲说，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萱，就你们就叫我女王就好了，因为娃娃是我的一个面具，你们认识我的面具就好了，不要认识魏如萱。但后来不是因为时间，然后就是开始慢慢认识自己。好，大家好，我是魏如萱。愿意拿我真的样子，真实，所以所以可能也可以试着去了解自己的认识，我们老了。好，那就三个提问，三个好，请他们分享看。外面还在下大雨吗？是啊。哎，我们这边是有时间限制的，就还好吧。想说可以陪伴大家到夜深夜。先讲三个，先。你看我旁边的荔枝，细小的荔枝。我讲一讲都要掉泪。其实这本书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地方？书名上面只有写魏如萱。其实这是当时，对吧？但是因为就是希望就是，但娃大家都知道是娃娃，就是希望用另外一方，他是一个作家，是一个童书作家，是不是？那也谢谢大家能够支持他，他现在在网上都有非常好。对啊，你们谢谢你们啊！对啊，谢谢。而且是很好看，我觉得没有，因为有一个人是没有信仰，就是有一个人跟我说他很喜欢我，然后很喜欢听我歌，可是他的朋友全部都不喜欢，然后其他还是喜欢，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这种事情就不主观，有人喜欢就是有人不喜欢。你拿 CD 送给他，可能就会丢在那边不想听。download， 但是如果你送书给他的话，也许他有时候偶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钱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礼物，而且它里面文字又不重很不谨慎，就是可以随意的乱翻。昨天不是有人拿书表白？哦，有一个女生她喜欢一个男生，然后她就交钱，然后她说她想要跟那男生搞出来这样子。然后我再帮他签名，因为通常我是不会署名也不会写字，所以我就写了一句：“你知道我很喜欢你吗？”然后我就跟他说：“你送那送给他之后，后续有就签了。”最喜欢搞我。好，那现在有没有人想要举手跟我啊分享？就我们刚刚有讲嘛，就是读完这本书，你最喜欢哪一篇？你怎么看这本书？让因为他把文字丢给你们，所以其实这本书为什么有一本小笔记本，其实我也是希望你们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想画的东西写在里面，赋予新的生命。那有人要举手分享的？哎，在侧面拍我，因为我有小腹，我很胖，很神奇。
中有很多没有看到你的照片，就手部或是脚部背面或是各种角度，对，那个是你自己随性摆的姿势，还是说是摄影师要设计过的？都有。然后大家知道为什么没有脸吗？其实我超多照片，我跟你讲，我有很多照片，只是都拿掉了。我当初那时候书还没发行的时候，我还说会是写真集，没有用。然后但是就后来公司跟出版社觉得，希望大家不要把重点放在照片上面，那照片就是一个点缀啊，所以不管是这边的话才是重点，所以就都没有。但我之前好像有说，万一如果大家想要看里面那些照片的话，可以去印啊。想看嘛，然后就把印，然后看着用很便宜的价钱卖掉，好像一本100块的。就其实蛮多照片的好看的，身体很深浅大，而且它有肤色的东西。我只是很欣赏他的印章拍的照，说哎，还有不要拍一下，就这样。希望我能够跟你开心的大笑，即使我心情不好，我也有跟你开心的大笑，因为
对啊，不要常常待在家里。矛盾的东西不会改变，但我想问他的共识。很想要今年可以再看。演唱会啊，好，我会回去跟公司讲，不管大的小的都要好。好好好，抢不到票，要大一点比较好。知道。
如果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不会停止，就是我为了拍两张我来拍，为了摄影展我来拍合影，不会，我不想要这样，就是我想要就是慢慢的继续累积，然后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再来做这件事情。上次很好玩啊，我还每一个都签名，然后再卖出去给别人，就也不会有第二幅和第三幅。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就是一个收藏，跟就是我每一个人来，我都抱他们，然后谢谢他们喜欢我的作品，这样。想进来吗？换你，然后再你讲。差不多了，好，他们好开吧，时间快到了。好，没关系，讲完。
强调。如果就是我可以再红一点，我可以写更多好的歌，让更多人喜欢我的话，我就可以办多个场地。所以我要努力的事物，对，所以我会继续加油。然后下一次，然后我就会说要出 DVD， 好吗？第一场就不知道，我会回去说，反正就先把它记在心里面吧。不要再错过我喽！不可能错过你。还有问题要问吗？因为他们已经在安排签字路线。好，两个一二，一直讲讲。我是觉得说，因为我其实很喜欢你的家门这一点。很喜欢。其实我们，就是我常常会有一些情感，就一直累积。如果却没有跟对方，其实真的有时候莫名其妙是对方真的有慢慢感觉到错，他很喜欢。然后我也很喜欢飞鸟的夏子，就是其实最近就是你入围金曲歌后，或者我就在回来看这两天，我会觉得其实这两天其实就是我想要你送给我，然后我想要回送给你，希望你两周后就不要那么紧张。说我不要紧张。对，我加油。然后我还要再说，就是我们是想要你的未来，不是我们也想要你的过去，所以我们也会是很希望你演唱会或者是第一名。好，好，兄弟们，我们讲。然后就是因为如果这个一次，然后都没有得奖，所以我就已经没有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就其实入围我都不开心，所以这一次进去讲我就是很平静，只是在想要穿什么好看的衣服，不要再让大家笑了。我们上次的观众被发现是水黑。两个的，很想要吃香蕉，香蕉。
小孩不热，谁说的？就我刚刚有没有想到？炒鱼。好，我们来签名吧。好，我要跟你们说，就是最后我要跟你们说谢谢。
谢谢你们，我知道站着很辛苦，我知道身体有一点流汗，然后一直脚底湿湿的很辛苦，然后很谢谢你们，然后来还这么专心的听我讲话，虽然我没有每一个人都对到眼睛，那我们等一下可以一个一个签名，如果你有话想跟我讲，你可以想说这个位置可以，我跟你讲完几分钟，然后我就会听，然后你可以把你可以现在想出来的写，然后尽就是尽量可以给我，我们家都会一一的。如果要送我礼物，我不收，因为用钱买的我就不要。QQ 球也不要吗？真的呀。QQ 球。哈哈哈哈哈哈！你今天可以打，对啊。还是打开现在大家分送，要不要你们？要不要我们一起去？因为我觉得去高雄，我带的是带这么多吧。从高雄带的这么多回家。大家都是。哇，我也有嘛。我跟你讲，我现在不能吃，因为我现在在什么减肥，然后我要等到金曲奖那一天再吃。你觉得要整场那个？台词不够，我要跟婆婆说。你根本